有鉴于不少族人拥有从事警职的志愿，对此原民会为提高族人考取警察录取率，首度与知名补习班合作，委托办理113年四等一般行政警察考前冲刺班，全额补助考试辅导相关费用，吸引近180人报名，但名额有限，仅招收约30名学员，因此日前也办理冲刺班甄选测试，就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啊，退伍到现在。我就是想说，当时退伍的时候就想说考警察，但是没有机会，就直接接着就工作了。之前是我自己都用自己的时间去准备读书，然后我觉得成效不佳了。就之前又要报补习班，但是因为他们还是要去现场上课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几堂，然后拿书回来自己读。补习班考量报名族人来自全国各地，因此除了能到补习班上课，也能透过线上直播、网络授课等方式，协助学员增进知识，提高上榜机会，提升原住民族就业率。现场授课以外，还有那个直播，还有那个线上平台都可以，但是线上平台这方面可能我们要找那个比较自律性比较高的，因为在全国嘛，没办法来到现场的话，可能会挑选自律性比较高的。补习班分析，警察四等特考近3年录取率比原民特考、高普考更高，112年录取率更突破35.45%，加上113年预招名额更大幅提升到1250名，协助族人考取警职，有助改善原乡地区警力不足，族人也能顺利就业，达成双赢。原新闻台高雄市采访报道。